1999年第一條 A 行去 B 就係30秒 ，B 再行去 C 就係20秒。咁個 speed 咧就係 distance 除翻個時間，一定係咁做噶啦。咁所以咧就係32+82+100除翻50，咁即係220除翻50。咁答案咧就係4.4 ms 負嘅，咁所以咧答案就係 dot。